首音乐是不是很熟悉呢？机迷就一定认得是经典游戏 Final Fantasy 主题曲。今年适逢 FF 25周年，最近就在东京涉谷搞了个大型 FF 展，开幕礼找来爵士乐队演奏游戏音乐助兴，够晒 grand 啊！近年就兴用 FF 来形容依人爱幻想，依家大家就唔使喺个芒前面 FF 啦，带你入场睇下有咩睇啦。一入场就见到成个人咁大嘅 FF 13大佬，左面仲见到 FF 7主角用嘅巨型大剑添。哇！你睇呢位女 fans 睇到几咁入神，仲有接近两米直径嘅神罗都市，入边啲屋都做得好仔细噶。fans 睇到啲展品将 Fantasy 带到嚟现实，系咪好感动呢？个展览只系摆咗两日，九月头就完咗啦。但系 fans 都唔使失望，嚟紧将会有大量纪念 product， 年尾推出嘅呢个珍藏版合集就有齐14集 FF 游戏。不过暂时指定喺日本发售，香港 fans 想买可能要靠网购啦。まあすごいって言っても、もう細かくはちょっとご説明し。